福禄寿成军一年，让王祖蓝、阮兆祥和李思杰成为香港人气组合，从综艺节目到举办演唱会都广受欢迎。现在他们更趁势转战大荧幕，主演电影《劲抽福禄寿》。即电影嘅九十分钟啊，好短嘅时间，而家九十分钟讲个古仔，一个感动人、喜怒哀乐感动人嘅古仔系好难，所以我哋其实系最紧要系 focus 喺个古仔嗰度。啱啱就嗰啲 character 就喺个古仔嗰度。问及为何想要参演电影，李思杰表示，因为三人在一起默契十足，也获得观众热烈支持，所以公司便为他们量身打造了《劲抽福禄寿》这部电影。其实我哋三个由上年嘅《劲抽福禄寿》咧喺埋 ，hello 喺埋一齐之后咧，就好有呢一个默契，同埋缘分，同埋好好彩得到观众嘅认同。之后咧就 OK 嘅 ，OK 嘅。之後就嘗試下其他嘢，即係包括演唱會啊，我哋上年啊，然之後拍劇啊，咁拉美公司就對我哋好有信心，不如嘗試下電影啦。既然我哋三個咁啱，咁就拍咗呢一部電影出嚟。此外，李思杰更被伙伴爆出他与高海宁拍摄《四唇交集》时 NG 多达20次，阮兆祥更客串当起主持人来访问李思杰和高海宁接吻的感觉，是由他说出真相为止。高海宁接吻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？很湿，不是因为为什么呢？那时候我们是打紧摔角的，那我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打紧摔角呢，就算我们不出汗呢，我是汗精来的，阮兆祥都是，就算不出汗呢化妝咧，都成喺度，猛喺度保汗，即係好似感覺上咧，聯繫翻，係啦，聯繫。咁啱啱就係出國緊，就要有一場咁嘅熱吻咁嘅戲。咁我哋其實要 gentleman 風度噶嘛，其實咁樣成身又汗臭又成，要個女仔咁錫埋你，其實真係唔好意思嘅，所以只可以用個濕字嚟講我自己，其實真係。sorry 啦，系其实以前发生嘅事唔重要啦，但你可以睇得出咧，李思捷到而家都系 enjoy 紧嘅。系啊，系。首次合拍电影，三人都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，也希望能够透过这部含有激励性的喜剧，向观众发送正能量，激起大家努力的精神。嗨搜影娱乐最 live。